小姨，最近这中午赶海太晒了，大家如果来赶海的话，特别要注意防晒。先让我把桶洗一下，每次这个桶太脏。你一来就先来这一块，因为它有货呀。盲盒啊！上次我记得你就在这抓，这怎么意思？海红，哪儿都长的海红。哎呦天！看，让我再找一找。我觉得那个梁上面，快快走，那儿应该绝对有，水里有，水里也有。你上次就在这儿挖出来的，还在逮了一个海参呢。海星。海参，找海参主要吧。看看看。正说着呢，找。这捡钱一样。我再瞅瞅啊。哎，你在这儿挖一下，挖这有个眼。黄皮儿。这个。这就不用挖了，我觉得用手抠就行。小黄皮儿，小黄皮儿拿着吧，太小了。行 ，OK， 听你的。下一个黄皮儿，捞干了。哇，我看一下这个大。下这个，我感觉这个好像大。嗯，上手，又上手，我就要上手。哎呦，这超大。这个肉得三两，这个肉得三两。嗯，有条鱼，这么远都看见有条鱼，你觉得飘在水面上能是个啥情况？鲈鱼哈？啊，大不大？来，你我看一下三。哎，不行了，哎呀，估计让那个船。打出来的，对，是。哎呀，放着吧。哎，裤子都给我烫湿了，忽然间是一条死鱼。哎，但是没谁了。哎呀，走。来，啥？你别瞎放了。哎呀！哇，天哪！别着急，他在泥里面陷得太紧了。你看这个，我正瞅他呢。虾儿棒啊？嗯，全是。全是虾儿棒，小眼。这也是。这片都是好像。嗯。抓了一个。嗯、来。等一下，甭着急。啥情况？来，往外走，往这儿一个。我裤子是湿透了。来，慢点啊！来，这个把这个挖了。从里边跑出来，这个大。这儿比外面大呀。又往里边打。哎呀，不能往里烫了，这两下吃的透透的。又有一个。呀，我感觉这儿泥啊。得了吧，我退出去了啊！来，铁嘎了，在这儿。我咋没弄个壳呢？